宜兰地区由于连日的阴雨，县内大小马路都被雨侵袭的百孔千疮，来往的车辆和行人都感觉到很不方便。台湾省公路局趁着今天晴朗的天气展开了补修的工作。今天的工作范围是渭水路口圆环、光复路、中山路口等车辆行驶最繁忙的公路。